Jenaruh di miba naya tadah miu tapi jini ya. Jenaruh naga je je musim naya di lila bay, di dekula masih ya. Miba je je muda kuning naya. Di je si dau jenaruh naya tapi ya, tadah jenaruh naga je je muda kuwe le. Mendiana, po sui ji, 就是他们的过年呐。 都是呢，要泼水，这表示呢彼此祝福。可是此际要做一个过年有意义的活动啊，所以把泼水变成了呢为父母啊沐浴，这就是。 弘扬孝道啊，百善孝为先，真的百善孝为先呐、啊！我们要先把孩子呢引导他们，要时时感恩，尤其是父母恩，所以引导他们这样的活动。 过年这一天呐、啊，为父母呢来沐脚哦，这表示感恩，看到他们呢亲自拥抱的这种美的画面呐、啊，不是做不到，需要有人提倡啊。人人本具有活性啊。 动物有灵性啊！马来西亚槟城啊，有一位树华菩萨，他的社区里啊来了一条流浪狗，树华就悲心啊，就给他饭吃。这一只狗呢，就开始要跟他。 他每天呐、啊，要去熏华闻华，那他就跟着车的后面，到了进食堂。起初哈、哦，他进到了进食堂，有的时候也会动一动啊。后来呢，淑华就会跟他说。 你要跟要来这里，这里是很神圣的地方，要乖乖的闻法，这样才可以跟从此开始很听话，总是呢这样的默默的跟着在那里闻法哦。大家看着又是奇怪，就会跟淑华说：“那你是不是？” 车开到了门口，你不要停，你绕到别的地方去，看他还会再跟你吗？他到底是在跟车，还是要来闻法？后来呢，真的他就是第一次的绕，第二次的绕，他都不跟，第三次他就不理他哈、哦，他就是进了进食堂去闻法。总而言之呢。 这都是呢，动物都有灵性啊，何况人呢？人真的需要教，你教他，他就是可以呢了解做人的规矩呀、啊。那人间的方法，慈济人很用心啊，在菲律宾呢、啊、也是一样啊，为孩子呢，就是。 去教敬师与哦，同样呢，也都要让孩子们呐、啊，幼小的心灵，给短短的一句话，让孩子们呐、啊，学会了人间道理，活泼的教学哈、哦，那道理呢，深深的。 传入了孩子的心灵里，所以老师也是这样的用心。总而言之呢，人间佛法要普遍了。
注入人心不是不可能啊，总是要用很漫长的时间。哎，人生啊，时间过得真快呀。中台禅师维杰老法师呢，他言起我们人人都很不舍啊，人人呢缅怀的老法师啊，佛法呢注入人间呐、啊。另外有一位慧玉老法师，他在台北也是缘起了啦，是佛法的损失啦。不过人生法则啦，总是呢这样的自然过去。修行者要好好的警惕时间短暂，哪怕呢过程80、90这种的时间，同样也是这样的过去。佛陀自世也是80年而已呀、啊，何其短呐、啊！但是呢，道理还有很多没有说完。宇宙天地呀、啊，真谛这种的真实道理，有形无形啊，三理四相啊，我们凡夫呢还没有体悟过来。可是呢，时间已到了，自然法则呢总是呢有格式的啦。但愿老法师们他能成愿再来。前一阵子修道法师呢也是圆寂了啦，想到了年轻的时代，我还没出家啊，他有佛教的理想，我们呢这样的志同道合，想要在人间呐、啊、寻找出来一条道路，没想到一晃啊，已经40多年呐、啊，岁月呀、啊，总是催人老，老的终点呢，那就是圆寂了啦。这都是在这几天里面的呀，很感伤的。人生自然法则这么快速的过去，我们总是呢要把握着每一天的每一秒钟，不要让它空过。也看到了人生的转变呐、啊，过去的颠倒人生啊，那换一个信念，那辅正了他的正视人生啊，那就是呢菩萨。你好，我住在志刚，我来收塑胶袋啊。真正上年头回收回来啊，因为我按一个开始一无所有的人，哦，这顶来经过这师兄师姐啊，大家平常时的关心也好啦，啊，食饭啥物拢好，这给我足大的帮助。好，感恩小菩萨，辛苦啦。我妈讲上年我无你老贵啊，伊头回收回来吼。真正改变我后半世人，我的前途，所以这点要真正爱感恩上帝。过去的混在那样的混的里面里，可是呢，现在呀、啊，总是以身作则。谢谢。
我就想，我有人叫我爸爸，我就感觉讲，哎，咱嘛是爱做一个爸爸的迄个款出来啊。他自己没有儿女，可是呢，他现在的儿女一大堆啦，人人看到他这喊着爸爸。总而言之，一念心啊，可以改变人生，从凡夫成菩萨，这都是此生立刻都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只要一念心啊，好吧，这一念心要时时多用心。